欢迎收看欧贝酱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好啊，你今天准备这三个是干嘛？过年嘛，带了礼盒来跟你拜个年，对，都要这样子。对，那你一带就带三个来哦。介绍三个不同路线给大家，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嘛。哦，对啊。那你准备了什么路线？第一个路线是精致又不伤荷包的路线。为什么说精致不伤荷包呢？是铁盒哎。铁盒有没有看到？铁盒可以开了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把你接到。不用，都是经典的益美有卖的饼干哎。嗯。我好像没看过这个黑可可消化饼，然后我呢已经泡了一个这个热可可奶，不重要，益美酥饼干就好了。哎，说不定这很好喝啊。哎，那有人这样带礼盒来啊，自己喝，成何体统啊？它这个热可可奶很好喝哎，它是有点像黑可可那种，有一点点苦味，然后不会太甜的感觉。自己买的东西自己夸。它配这个饼干很刚好哎，它是有设计过，你吃饼干吃到口渴就可以泡一杯这个来喝。我觉得主要买这个应该是因为是铁盒，你就可以留下来装你的回忆啊，把你的宝贝都装进铁盒里，然后你30年后还可以打开来看记忆铁盒，好像有这种歌吧。其他的我好像都吃过了，我们就不要一一赘述。嗯，那我们换下一位吧。那益美稳稳的过去，稳稳的过去。主要是它的价值是在铁盒，是铁盒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它的路线是不是很豪华？没错，这是小个短袜的路线，这一盒才229，在卖场翻遍的所有礼盒，它最重 ，CP 值最高。会不会打开里面有装石头？ 哇，是真的多欸。它不是盒子重欸，它是内容物真的重欸。应该有52个，带去学校就可以送分给全班，每人一个。我可以开这个啊，这个非常吸引我的注意力。它虽然只有2包，可是它是那种感觉是健康的燕麦饼干，有点像巧克力碎片的那种。嗯，稳稳的，不会很甜，就是一整盒满满的巧克力，它量真的很多哎。有没有小个短袜的感觉？应该说这个如果摆出去就很好看的。那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最后一个也是很厉害，这个、是对，便宜又健康。先把身体搞坏，再来喝、这个，再来喝这个吧，营养补回来。你会不会啊？哦，不会。我来啦。那你很凶哎。啊，我就只会凶。有三种口味。这是泡好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来喝喝看。其实我的朋友跟我说，泡这种坚果饮，他都会放2包，因为它真的非常淡，比较淡。好淡哦！那你觉得我今天推荐的三款有没有符合这三个不同的路线？我觉得如果是我，可能会想选这个送礼的话，过年就是要很大，什么都要多。就算这个铁盒，我也蛮想要的。你有找到比这些 CP 值更高的？可以推荐我们一下。但我们现在有一个重点。你看到眼前这些东西有想要的吗？我们要不要把它变成惊喜包，全部送出去是吗？按赞分享这个影片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亲手包装欧贝家的年节惊喜包。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可以给我们一点小小的鼓励。然后如果你有推荐什么礼盒给我们，比我们这些都还要好的话，可以留言推荐给我们，我们下次就买。留言电报我们，电报我们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不要装模作样。好，对不起。